这一念断处就回光一照，这是什么？当下见性哦，是明心见性，没有难处啊！一肯肯定，哦，这就是我们本来面目，是佛性，不再疑惑，那就是大家的无上福报啊！习惯做推拿推痛坐不住，哎呦老嫩了，还是下来吧，下来谈谈话好，看看戏文好，是吧？就在坐着念着，嗯，太寂寞了，太苦闷了，赶快下来吧，就不行啊，慢慢锻炼起来，好吧。你们没做够半小时开始吧，你也走，欧玛尼贝尼，欧玛尼贝尼，观世音菩萨对我们世间人最有缘，说释迦佛圆寂时候有叮嘱观世音菩萨，大菩萨，你对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挺有缘呐，你要照顾他们，我走了。所以我们这个法是本尊是观世音菩萨。观世音菩萨对我们时时刻刻加庇我们，保护我们，使得我们的心清静下来，不动摇了，甚至就摇了，这心不能急，慢慢修，从半个小时开始打坐，到一小时，一小时半，两小时，两小时。有几个人？阿弥陀佛，是慢慢修，修得我们思想清净了，不动摇，这个身体就没有了，就证明身体是假的。身体就是我们思想动，要这要那要这要那要这要那才有的。要是思想不动，是吧？心不要放下，这身体就没有了，就自然没有了。不是要它，它自然就这个世界也同样没有了。三波大地，日月星辰，也同样没有了。都化空了，在化空当中，我们的明觉不空，就知觉了了的，它不空，它知道。所以这明觉了了，就是我们的本性，它不空。这假象都空，真即不空，是把假象空了，这里人心起，所以慢慢的修，所以能够发心修法的人。是大福报，他就出这生死轮回啊，不然的话永远出不出去了，总是六道的转啊。做好事升天堂，有好有坏，加了一块的在人间，人就是有好有坏，每个人都是完全好的，不可能。所以孟子说的，人之初性本善，错误；人之初不善，是心之所以；人之初性本恶，是不好。
你是善与恶的种子在里面。是碰到缘就是坏事，你碰不到缘还是好，就是你碰到个坏朋友，家里道理，哎呀哎呀，做这个事，你就跟他抱怨，就是坏事去。因为人一个是种子啊，就没碰到缘，还好不做坏事。所以每个人家养了孩子，要注意这孩子叫很久，特别注意。还同学叫什么人？是近朱在赤，近墨在黑，就黑了，就坏了。种子有啊，碰到缘就坏了。所以能好能坏，不是一定的。人就是善恶夹杂，是不是？纯善是圣品，纯恶下地狱。贪嗔痴妒，贪嗔痴少害。贪嗔痴三样具足，下地狱种子。贪重嗔痴比较少，恶鬼是贪心重，哎，贪得不得了，所以恶鬼对你更恐怖，吃不到东西。贪心是祸，嗔心重，嗔心重修入道，修入道也有人吗？也有畜生吗？很容易关火，一碰就关火，一碰就发脾气，陷入道。愚痴度，那是畜生道。愚痴度，不大知道愚痴。所以看贪嗔痴多少，分为六道。人是有善有恶夹杂，少分的贪嗔痴，贪嗔都有，不是没有，少分不多，贪嗔都。下地狱，纯善的人身体，就做好事的身体，业道轮回，无有了期。做人大好，有善有恶，就是我们赶快的从善这一面，把恶的给去掉，修法了，修道了，众善奉行，做恶莫做。坏事不要做了啊、一点坏事不要做，不然因为这坏事小就做，不能做；不然因为这善事小不做，善事小也做，那就好。跳出这个六道，逍遥自在了，不生不灭了，变化逍遥自在了，能成佛，能信。百千万亿化身，度百千万亿众生，要信上就信上。所以我们的佛性是大的，佛性自信，人生万法，辛苦辛苦，能生出一切东西来啊！山河大地怎么生出来呢？山啊，水啊，哪里生出来的？它、啊、是我们的佛性所生的，就是实在久了你不知道了。那最近的事你看的话就可以比较。造房子怎么着？房子是现在造的啊，这块空地我想造房子，是我们自个儿造的吗？自个儿造的时候先打个图，要画个图，我想造个什么房，会租大的地，我造几层楼。找洋房还是中国房子，还是工地设计，哦，还是个平房，画个图要画好起来。画图样，你是不是要动个脑筋啊？想想看，哎，这脑筋怎么能动啊？靠腹泻的功能啊！像是我一口气出来，就头脑子里面，大脑还在头脑子里面是吧？在脑壳里面包住。它怎么能动啊？它不能动。现在能动，现在是有佛性的妙用了。佛性是个大能量、大动力。佛性一走，口气不能离开身体，这头脑子就动掉了，思想不能动，话也讲不了。现在能动啊，能讲话，能做事啊，
读的佛性的妙用啊，哎，佛性是观念啊，法门什么东西也是佛性妙用的法门，这个佛性他怎么能动脑想得出来，怎么能去实验呢？都是佛性，所以一切都是佛性创造，所以佛性是观能体，神通广大。现在发不出来，就是因为我们上盖章多了，盖的东西多了。什么东西啊？贪嗔痴慢疑，财色名食睡，这样东西盖上。个人贪心，个人有妄火嗔恨心，个人没有智慧，认假作真不痴。身体是假的，不是我，把身体当真的当。这个痴子不真的，这里面有真人呢、啊。等于我们人住在这个房子里面，这个身体是个房子啊，里面有个人呢、啊，一个真我呢、啊，不认识，对吧？这痴啊，不认识，痴子把当真，把身体当真的，慢疑轻慢别人，都以自己好，我对，你都不对，我好，你都不好，我比你高，你没有比我低，怎么？都是这样想，而且疑虑重重。你说六道轮回，他说：“哦，我不相信，没有六道轮回，我看不见了。”你看不见东西多了，譬如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太阳，佛说的，那你还看不见。现在科学家创造电子望远镜，天文台望出去好几亿光年之外一个大黑，比我们的太阳大，还大，你看发现了、你看的东西多了。从前你看不见水滴微尘虫吗？只看见水啊。佛说人看一杯水，佛是千万虫，佛看人这里面臭虫虫多数都烧到那些微生物。现在显微镜看着，哎呦，很多细菌哦，都在里面。有啊，你看不见东西多了。紫外线你看不见，你说没有啊？还是有啊。所以看不见东西多。你说没有啊？你看你是在有啊。这六道轮回现在有加拿大。就是美国边上一个国家叫加拿大，他印张报纸印出来，人死了之后有魂灵，他印出来了，因为一个人在手台上开刀，开头脑子，头脑子叫脑血栓开刀，病很重啊，在手台上开刀就死了，死了一条线，那照片我看到一条线，现在就是一个人。就是睡了车上那个人，就是、这个人，这在线上，就他印了报纸给人看，人死了还有灵魂在征游，人死了不是就了了？就是、科学越发达越昌明，能够验证佛说的话是真的。他有灾了，他就投胎去了，但是身体没有了，坏了吗？还有身体啊，我知道，知道我啊，我啊，有我，有我没身体怎么办？赶快去拿身体啊，就投胎去了。所以又到了那边，投胎就看你的福报了，你做好事，看好境界；你做的坏事，看不到好都看坏境界，到坏地方去了。这佛说的话真是不虚，所以佛的话是生于在，死于在。如鱼在，不忘鱼在。你看，不是的话，老老实实的过去。所以我们建议大家，能够相信佛的教育，去信佛教，这是菩萨的福报。那个相信佛教，在造字修行，是更大的福报。因为你光相信，不修行，你出不了苦海。你还是老样子，要修行，是要打坐啊，修护法啊。
只有我能够打住修复法师无上的福报啊，这个看清了，没福报的人他听不到佛法。所以我们有几句话说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得了人生就不容易了。你看不得人生多少都那那些畜生不算，你看那些细菌好了，那些微生虫好了，千千万万万千啊，毕竟人吃多少了，人才多少，人才32亿是吧，有数目的很。你看那些虫子来养鱼是吧，拿着网子一咬，哎，些微微有一咬好就上亿数了。所以说得人生灾都是一指爪图，就是个指甲缝缝，这叫挖尖图，就这点难度能得人生，那许多地方都得不到人生。得人生是最好的，得人生了能听到佛法更不容易了。你看我们这么多人啊，12亿人，那多少人听佛法？很少啊。听到佛法的人不是正法听得多，就是到庙里烧烧香磕个头求求福报走，对，正法就怎么样能出生轮回怎么修法不知道，好多能问正法修法出道更少了。所以你们几位能够听到佛法得到佛法修道，这是你们多人业界的大善根大福报，这个要轻看，哎，要尊重，好好修吧，啊、哦，好好修，哎，这个大福报是真的，你没福报怎么修法？吃饭有什么问题呢？你修法，饭还不能吃，你怎么修法？起码得能吃饭穿衣嘛，又有地方住嘛，是吧？所以修福报有大福报才能修，哎，没福报。修不了啊、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大好的福报，哎，无形当中丢掉，我们正视它，尊重它，赶快用功修法。啊，师傅，你看这半个小时坚持多长时间？一下子坚持半个点啊？哎，坚持半小时，那坚持就是说这个时间呢，这个时间不动。打住，脚盘起来，双盘不能盘，盘一个腿，一个腿盘上来，手机背不要靠，念出声音了，小小微微的声音，微微的声音，就是人家听不见，我自己听确实，经常是，为什么这样呢？就那个声音呢，伤气。像度假话都上气，每半小时一整天上气，所以不出声，水晶微动心里念，每念，这观音菩萨加倍你，让你成道。就是我说意思，你老爷啊，我坚持半小时，坚持两个月，或者说坚持3个月啊，完了进行到。俩小时啊！哎，对了，就这个没有什么时间是关键的吗？对。什么时候开始修这个？都行。这个看你能打住两小时就可以开始。时间够了就可以。对呀，我能做两小时，那你就可以做。啊，半小时坚持能做住，做肉去，做不住你就还得做。对了，做了，做的蛮好，蛮勤快的，进行一个小时啊，我加长了一小时，那你做一小时啊？一小时。做得很好，再加上都1小时半。师父，现在老家伙问什么问题啊？就是说，网友的场合上，就是说，因为总我们回家也一个月7八天在家，10来天在家，就这时间都在外边，10来天都在外边，20天在外边，10天在家吧。20天在哪里呢？山东嘞。啊，在山东一样，山东好住啊。不是山东就不好住啊。现在这个吧，我们辽宁在吧，这个比较难一点，就今天头我随问一下，就在火车顶那个是个比较难的，但是那个也不要管别人，自己做。哎，在火车也好住啊。火车不是大家，我不和他讲话的，我一个位置坐着啊。
那胡子上为止，脚就可以这样子，就变成脑子，对吧？对，就是这样子就行了。对，好了，他就做好了，在胡子轮山上做好做。你在山东好住啊，山东这边有住宿舍的，是不是？可以住，那就可以住啊，是吧？回老家也更好住啊，回家更好条件。那么辽宁什么地方？抚顺，抚顺啊，哦，那是抚顺去过，抚顺去过，去过啊，嗯，辽宁沈阳我也去过，哎，沈阳离我们很近很近，很近，抚顺、沈阳、营口，营口。有，我都去了，东北我跑了很多了，成都那是我故乡了，哎，黑龙江我也去过，黑龙江是，哎，建宁也去过，建宁，哎，哎，是吧？是不是东北很有缘的啊？哎，很有缘，我常常去，去了好几次，没有，哦，你们以为是在抚顺有事，到济南来。济南办事哦，济南办事，所以出差在济南。济南一个办事处是吧？那有个办事处哦。上海没办事处啊？上海也有，有不是文管，我看一会儿，也是你们单位的，旅馆山东、山西、河南三个省。哦，山东、山西、河南，为啥能归？对，我们山西、河南都是我的学生啊。嗯，河南这个鹤壁、洛阳、郑州都是我们。都有，你们河南什么地方？河南郑州有一个地方。郑州啊，哎，在郑州。郑州，这个洛阳都有我的学生。山西也有，山西太原。哎呦，都有。这些地方我们都经常去。啊，经常去啊。嗯。哦。他是负责山东的。哦，负责山东。你呢？我是三个省，归他管。哦。就是我们抚顺钢厂的业务。哦。经销这些业务啊。是啊。三省他负责，三个省他都管。具体用户啥的哦，你用户他，河南、山西、山东三个省你怎么办？嗯，我跟你说，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嗯，我听闻佛法以后感到非常的喜欢啊，哎，心里就很坚定，人的一生只有学佛这条路，那是最好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下决心吧，哎，我决心出家学佛。哦，然后呢，我女朋友也断了，什么都不动了。嗯，然后说我是跟我父母亲讲，哎，我让出家学佛。嗯，哎呀，反而不好。哎，看到父母亲很伤心啊。哎，我打中了，他们在哭。哦，哎，那你就不要出家好了。啊，不好出现。哎，他们现在都不让我弄。哎，你这个不好，书不能看，再不能听，他们都不允许。你给他说啊，说明白，佛法怎么好都，佛法不是一定出家的，你告诉他，佛法不一定，因为父母愚痴啊，想着儿子出家了，相应都断了，出过来都相应都断了。对，他说你什么都不要了，你是成佛，你什么都不要了，哎，那怎么可以？那你给他说清楚，是吧？你几个兄弟啊？就我一个。就你一个啊？就你一个嘛，你给他说明白。你说我不出家，修行什么好处，是吧？你们哭什么？他们就不哭了。他明白了，心慌了，就不哭了，是吧？那父母亲要我结婚，那怎么办？要你结婚，你也可以结婚的。像他们不结婚，都好修法。不是结婚就不好修法。如果我通过修法，能不能那个可以转了呢？转了，啊，能不能出家呢？嘿，你结婚的一定要出家了。修佛法不是一定要出家的心，啊，哎，那师父看我能出家吗？你现在不能出家，你怎么能出家？那我将来会不会出家？将来看你父母能同意吧。啊，啊，是你们把这个修佛法都一定要出家，这种错误。我们修佛法是出三界讲经，不是出家庭这个讲经。三界，欲界你听不懂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三界捆住叫出家，不是出家庭这个家。哎，谢谢老人家啊，你师傅合影了吗？拿回辽宁。哦，这师傅很爱。什么不动就坐这儿，你别动了，你不要动了，你坐这儿就行了。啊，行，你拿下来照，我俩把这照下来。
啊，我明白了。就是我给他问的，你叫我造的，你不你造我，我再给你造。啊，我那么的给师傅做，做一下，做一下，师傅做事儿行，啊，做事儿可以，要是要做的好，对，你做的挪动，对，对对。打四个招一个，你是谁？师傅，我们这一会儿就打一会儿啊。我师傅没到，还有吗？没有了。今天马上，张先生，两个，张总，哎，还有，我们阿文招的呀。明白。嗯。别动。别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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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过来。对，来来，别动别动。我觉得是咋样的？你了，都来，单独跟师傅在，单独跟师傅在，啊，嗯，报什么？报什么？报什么？给师傅上，可以。一会儿一会儿，是这样，一，啊，咱给师傅打个照应来，能知道，照顾了，再留再留，咱没照应，照，啊，一，啊，挨点，镜头再挨点。过来，保生。不是，他照的太多了，不要照。啊，哎，多谢师傅开示佛法。哎，谢谢师傅，感谢感谢师傅。哎，不要，不要，别动，别动，轻轻的，轻轻的。哎，师傅累了，我累了。师傅，啊，轻轻轻。今天请师傅客气。师傅，那简单讲，没事吧？我在那里麻烦师傅。你们，哎，要学心中正法，就是要吃苦。嗯，是啊，腿有疼，手有疼，啊，要把这个疼熬过去，那么他就不疼了。这疼就是气不通，气脉不通的疼，通了它就不疼。这一念淡处，这回光一照，这是什么？当下见性哦，是明心见性，没有难处啊！一肯肯定，哦，这就是我们本来面目，是佛性，不再疑惑。那就是大家的无上福报啊。手印为什么接手印？因为我们的心肝脾胃肾，哎，五腑六脏，我们腑脏都形容在手指上。这个手指大肠经、小肠经、少阳经、少阴经、心肝肝脾啊、胃啊，都在手指上。手指上就是整个身体。
不痛。我是开了清障，哎，我们这个清障从前到目前，就他要说你这么看那么看，但是我对这个教我们府上的安排好，安排的好也验证咒的发动机，咒是有声音，我们把它本命看对了，他念的是阿弥陀佛，念的佛的名号，名号属于外表，而咒不同，咒是佛菩萨在禅定中把自己的心来开开，把自己的心化为佛。你好，好，你好，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他的心换成符号，像画那个打电话的那电码一样，啊，打电话电码，是和他相通了，这个符号把它串的这么厉害，这个符号在相通。画着呢，最终这个手印相，手印就等于是电视机上的铁线啊，铁线沟通，微信和佛的信联系起来，所以这个手印也作用了，一面是安排我们的内脏。让安排好，一面也是沟通，哎，我们的心和佛的心联系起来，所以这个天线传过去，那么我们感佛传过去感应，佛应我们，用天线应过来，所以。九密法念咒接应，加持念，加持念就比较念符号力量大啊，同时一个接塔的修行，念符号也是接塔的修行，也是接阿弥陀佛力量修行。这个心中心法力是一样，接塔的修行。就是力量比较大，因此之故，海上大师说：“假如念佛，念佛名号念得不得力，就是念得不大入定，就是不得力。那么就要改念咒啊，就是这个原因。”但是心中心法修起来是严谨的，时间限制，一坐就是两小时，不能少，只能多。暂时修修的时候，一天坐一坐两个小时就行。除了一百坐之后啊。就需要加速，这两小时不够，要四小时、六小时、八小时，这个加，啊，没错，啊，啊，随便做好了，我们这里，哎，随随。随便坐，不要客气啊！有地方就坐下来，不要。上去坐，不要单独坐。啊，我那
那你还有正法那些，你这一会儿哎，正好坐一下。我习惯给他穿点细。完全心态大众，这么感受他不行。然后坐好，腹部而坐，抬起腿来，收起定，比较支持核心。所以很多人修不下去，吃苦啊，人都这样。舒服啊，是吧？哎，这太吃苦了，别打退堂鼓了，吃不下去。其实讲到这成就上事业，不吃苦不行。我们常常那个练体育锻炼的，好像赛跑的、体操的，还是做这个田径的，他们吃苦吃力的。还两个练体操的，还倒竖在里边，直朝下，脚朝上，好说。这个嘞，有些堂堂的，我下来家里为了是老师，老师说不行，时间没到，时间没到，一定时间到。哎呦，也吃了很大的苦。所以要想成绩的大事啊，不吃苦啊，哎呀。不行的，能够吃的苦，学习到了就比较好，吃不起苦，我觉得很好，帮了很多，不吃苦不吃苦的办法，不是没有，所以现在一般人看来，就吃不起苦，还是吃不起苦。念佛好，很自在。求阿弥陀佛戒引升起，来吧。看起来是这样，但是我们修的法不是一境之苦。就是修行当中吧，都是这么吃苦啊，不是？就是一开始也不习惯，腿也没盘过，比如这样子，是吧？我们古时候人住不是这样子搞的，住井根，住地下上，日本发达很厉害，住地盘。像东北人住炕，他像冬天不烧炕是冷得很啊，他烧火就坐炕上嘛，你不能那个腿翘得高高的，上下的水盘前腿脱水的，不住惯了。现在我们就不惯了，不习惯了，高凳坐惯，腿都挂着，是吧？日本人打坐很好，他习惯
不是占盘子，他亏住，一亏。再烧心做功夫就好了，不要老问人。嗯，现在我们的人很弱，那你就不要来了啊。过了春节之后再讲，好吧？哎，对，现在人很少。小徐的吧？不是，烧心是家人的，和尚的。怎么样啊？这么用功啊？哪个时间？怎么样？来吧，组长。组长说，主要是有两个现场。组长说，没什么大事，昨天晚上打的三过，三过了。从六面上来吧，很快能感觉到，他就把他拉回来。然后大时间比较长，时间比较长，练的跑的时间呢比较短，哎，这样子，而且呢腿也非常舒服。这就好啊，这不是妄念呢、啊、哎，你那些念是妄念呢、啊、因为这就是把一切的妄念归到一个字念上，这是一念，哎，那个妄念很多，千千万万，而这就这一念，万万归一，归在一个字，一个字就没了，就把你归到一个字上啊，这是这一念，其他念不要多少，像那家业兵丁，哦哟，母亲跟前的这个画面都来了，是吧？那么你做这个念，就千千万万的念归到一个念上，就归到一个正念上，真正归到一个正念上，这正念就没了。拉回来，人把这个念更加加强，哎，再拉回来，拉到咒上来，啊，这么拉法子就听咒，就拉回来了，听咒，还不其他想了。想到你的儿子，哎，嗡巴拉巴拉什么，就想到你的妻子了，哎，嗡巴拉巴拉巴拉什么，这念头转翻了。听咒啊，我们的办法就是用耳根听自己念咒的声音，他就拉回来了，不要再起什么别的念拉，哎，我来拉，不是，还是妄念，有念头，嗡巴拉巴拉什么。自体，这就是了。归到字上来，那个念头灭了，那就是拉回来了。真正拉到一个字上，而且你别的念头不起了，你的字眼就啪脱掉了，它自然不要你有情不？你这字的是那个字，而其他念头没有了，这个字自然就没有。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嘛？一到哪里去了？已经没有了，是一对多数的，一是比二三四五六数的，是吧？二三四五都没有，这个还在那不叫吗？这意思，这就是你一个，把你的心思集中正上。哦，巴拉巴拉三拉三，你来哦，巴拉巴拉三拉三，那你字化掉了，啊？就真的没有念这个，这有这个字，嗡巴拉巴拉，嗡巴拉巴拉，有病没有？它自然出来，它会自然而然。嗯，就会用功嘛。对啊，根本用上去了。这是一个办法，就是要心灵耳根，耳朵听，
听得清爽，你念得有什么气味？听得模糊不清爽，就是有妄力夹在这里，那你们就是有妄。清爽嗡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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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喽家里看着嗡巴拉巴拉巴拉清爽，这里没妄，一不清爽模模糊糊的，里面就有妄力夹在里面。所以你说一时好一时不好，那就是我们学法也在反反复复的，就偶尔一回心比较清静一点不大重要，哎，心比较很好的。那么假如有什么事情在心里盘算呢，那你就完了，就住完了。还有本来请官的时候就想不起来，住下来因为近了，哎，那就想起来了，翻出来了，这个翻出来很要紧啊。好，你顶到那个市场去了，顶到那个市场你的心就很亮。中国人平时不是没有念的，念的很多，就是自己不觉得，想着我平时没有念的，我坐下来念佛打坐都反而念的多了，像是打坐不好啊，打一打坐一念佛都反而念的多起来，不是的，平时心乱念的多你看不见。所以我们有比方，就一杯浑水一杯浑水，你看不水你的泥沙，你看得浑水，但它定下来了，水上面清了，下面你看，哎呦，这都是泥沙。就太阳，太阳光从东引里面一束光射进来，射到你房间里，太阳光射的地方你看光的，哎呦，就是灰尘啊，房间就是灰，边上你看不见灰啊，太阳照的地方就是灰尘。就是打起周围看见念的好事，就是始觉慧光，开始觉悟了，智慧光照着你的念的，始觉开始觉悟的智慧光照着你的念的，哦，念的这么许多啊，这样发现各个人念的都是很多，每个念的都多，自己不知道，当然哦，我平常没死念的。我坐下来念佛了，打着特别念的多了，这个灯点都来了，啊，这是你静下来才加的。我们用功修法，不是一帆风顺。哦，今天涨停结束了，不会啊，不是这样的。很多挫折，因为大家都在工作啊，都在工作，就是小孩子还读书，就在这个经历当中，就有的时候顺境，有的时候就不顺境啊，事情很多。那么你碰到不顺心的，你坐下来请起来哭，哈哈哈，那些种子都在翻腾啊，这初步的，这后面呢啊，这后面更有，过去是吸起种子翻起来的，过去是的吸起种子都翻出来了，含藏在第八识里面，因为你做功夫做的深，一个人就把地下挖的，地下东西挖的深，地下东西挖全部挖出来，种子翻腾，你还要难受呢。所以我们去大走时，就沉重大走时，沉重，完全靠自力修行，不靠他人。
像话的。念佛是谁？我自己是吧？念佛的是哪一个？才追究这个问题，靠自己。虽然后面种子翻起来，哎呀，难过得不得了。坐也不是，睡也不是，走也不是，立也不是，不知道怎么样是好，无形烦恼不得了。那时候怎么办？也是靠念真借佛的加持，把这种子消掉。这些话禅宗祖师一般不肯明讲，就是避免此证，避免此证讲。只有海禅大师他说公开告诉你，历代祖师都秘密持咒的，不持咒的种子消不掉。任何宗派，虽然什么宗修护法，都离不开灭咒的事，都是秘密持咒的、他说的话一点不错。因为我们看虚云和尚，都近代的啊，来过和尚。他们就念念大明咒啊，他做的佛龛，他打坐的地方收起来一个佛龛，他打坐的，就是嗡嘛呢叭咪吽，就写在上面，那个是，啊，因为没看过他，我们都这些和尚都见面和他谈话的，看哦，和尚原来念咒的，后来我们看了。开山大师的就是一代祖师都秘密持咒，还有我们看过去是大慧宗高禅师，大慧高禅师送来是大祖师，他功夫很深，他证到八地以上。禅宗祖师找紫云罗汉来，一千七百只功来，就一千七百个大祖师，都是二地三地的都，而大慧高禅师是真的八地菩萨意思。还有念咒，他的咒就是我们心中心法的咒，是正经我们心中心法是旁边老老经，他就念念唵嘛呢叭咪吽巴托，就念念我们下面这个大悲咒，他就是唵嘛呢叭咪吽巴托。还有这个咒咒转语的，所以证明海禅大师说的诚实话。我学的咒术，如果就告诉你，打咒不是一开口寸，有上上落落，今天好一点，明天不好一点，不要怕，不好一点正好，正要往前进步了，正好。哎呦，这怎么好了？不好，不好，要进步了啊！要供奉下去，要以供不堂具，你做功夫必定收着，你不做功夫是别收着。看看想退步了，不退。还有小心东西，我还有非得法说这个道理。有的时候我们说在坐上不安定，在坐上啊不安定，下肚子都非常静，非常的定，啊，还有这样的情形，这是好事，别怕，在坐上不定，下肚子非常定，这都是我们要进步的象征，这种子翻起来也不定会怕。看到会哭，哭哦，样样是不会。上次虽然我们有一个师兄，他真正做了一个月，一直整天家里就除了吃饭，吃饭就有一个两个吃，就上次带小孩来的那家，做了一个月，做的时间都不定了，然后我哭，最后一个月结束以后，他上来了，成绩上来了，哪个心情啊？
给人家看起来的啊，哎，所以共产就来了哦，啊，刀总是厉害了，供出他们去了，要是要去那边退步了，退步，哈哈，要出生的，也是要出生的，假使来路了，这我就出生的，哎，出生的啊。四十年把他笑的，老师，我想请问一个，嗯哈，我感觉就是自己这个，在修行上面一直不太精进，心比较散，哎，但是自己反省的也，是好像也反省不深，就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这个障碍，有多少障碍的阻碍，路人都有障碍，但督促自己要打住。啊，难过要打住，哎，不要不住，我难过不要住，那好，那能轻松些，哦，不要以为难过而不住，哦，住，勉强勉强，我把它住下去，出生时就把它住下去，啊，出生时，要是要住下去，我说以我就难过难过不要住不要住，坏了，那完了，啊。不要怕艰苦、难过啊、痛啊，什么都不怕，我还要走下去。生死心好像并不很满足，就是这个怎么样才能够对治？生什么什么心啊？生死啊？生死心不破气不好，是自己想想看，人都要死的。这个道理都知道，就是知道你不想想怕不怕？你不怕，你就不卫生，死不怕，把你远离你，哎，人远离大了，远离得了，每个东西都能解决。说想象轮到我，才是这样说。看人要想象啊，要轮到我了，要轮到我要死了，不死怎么办啊？到哪里去啊？这恐惧之心有点安心，哎呀，不好，赶快用啊！你住下去就好，不要说今天我不住，明天不住，那就难。做人不好，我要住。嗯，你住下去，他会得好起来，你不住就难。所以他就是你，他给不了你，就是轻中有点区别，就是不用心理影响身体，把身体需要的话考虑了，那最好啊。这一关就过。假如是冲动很厉害，那你可以结婚。结婚时候还是不往大处有东西，夫妻同一个房，你清淡一点；同一个房清淡一点，好吧？昏臭的暗饭不是什么好，是不是？啊，两种办法消除是因缘。所以平时这些难言之心，能清心寡欲更好。不是一定不好结婚，这个个人需要嘛，就是不能吸引希望啊，那就乱搞关系，那有罪过，那要下地狱。这个你们看看《地藏经》吧，虎跑铁柱就是隐喻，就是隐喻的欲火。越火种烧下地狱就烧，先找犯的人，自己夫妻那么算啊。师父就是一个意念，是不是那个？我也有过一段，就非常轻松，一点不想，然后后来又犯起来，那倒不要紧，本来没有，你这个种子翻起来。有一段是一点都没有那种哎，种子翻起来就定了因咒性，就可以消掉。